欢迎光临，先生买仙人饼吗？那边有免费试吃，可以品尝一下。难得苏老板也喜欢吃我家杏仁饼，阿彩送他一盒。阿文，我来是想跟你说说家栋的事。家栋的事让阿琴来说就行了。阿琴为家栋的事筹办好些日子，人都憔悴了。你不如你爸爸，你爸爸起码不抢不偷，你笑里藏刀，假仁假义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阿文呐，我们俩的误会太深了。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孩子也都大了，我们也都老了。当年我是看在阿琴的面子上，让家栋跟了你们。如果你们养不了的话，那就让家栋回来。你想歪了。我就文文这么一个女儿，即使我有心培养她，她也是一个女儿心，所以大奥集团我是指望不上的。阿文，我想培养家栋，我打算让家栋去欧洲留学，学些真本事。可是孩子不听啊，偏偏要开什么武馆。为这事儿，阿琴是着急上火，好几天吃不好睡不好。我这次来呢，你就是为了这个？一来我主要是不让阿琴为家栋着急上火，二来啊，我也是为了家栋的前途考虑，好歹我也是他的继父啊。继父？只有我死了之后，你才能当他继父。我活着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没你这个烂继父。你去这人里查一查，继父不是你这么解释的，我是真心把他当成儿子养啊。苏林，你给我记住，家栋姓梁的。你们大奥集团的事跟他无关，你回去告诉阿琴，他没资格让家栋做这个做那个。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好歹的？不送了。我姐姐，你看，就在前面了。明朝的时候啊，有一位婆婆在这里修筑水池，蓄储山泉，为的是方便附近的居民汲取饮用。可偏偏啊，又是非常纯美甘甜的山泉水，所以便引得远一些的居民也前来汲取。你看，几百年过去了，这的泉水还是非常清亮的。葡萄牙人有一句名谣，说喝过亚婆井的水就忘不了澳门了，要么在澳门安家，要么远别重来。文扬，你这次远别重来，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。教授把华澳大厦的工程设计任务交给我，确实压力很大。学问不精，功夫用上啊？倒不是专业上不自信，我只是觉得澳门回归祖国，我代表内地设计公司参与澳门建设。这次设计任务不仅仅是建筑设计，更关联着澳门和内地人的心。刚才你的车上也说，内地和澳门一家亲，一家亲的意思我可不敢辜负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你带着家栋出去玩玩，欧洲也行，内地也行。带他出去见见世面，眼界打开了，兴许性子就找了。我今天呢去找阿文了，本来希望让他帮我劝劝家栋，可是阿文还是那个阿文，好赖不吃油盐不进，
我跟他说我要好好的培养家栋，将来或许把苏家的产业都托付给你，结果他把我轰出来。我就跟你说了，找他没有用的，文哥那个脾气怎么可能改呢？我是怕你去了碰一鼻子灰，你伤心，所以我才去的。我知道，阿林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董事长，夫人，好消息，咱们华奥大厦的工程项目拿下来了。太好了，这我们得庆祝一下呀。这条啊是澳门的老街，这条老街上藏着我们澳门人最朴素的生活。你看这家茶楼是在清代晚期就开张的，一直到现在。金融危机的时候啊，差一点点就关门了，是我爷爷好说歹说劝茶楼的甄老板不要关门，熬一熬就过来了。这条街比以前繁华多了。回归之后，好多经营惨淡的商家都缓过来了，也包括我们杨记。帮我把这个送给珊珊。我爸不可能让珊珊收的，多尴尬呀！这跟你爸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我跟你姑姑之间的事儿。家栋啊，去三位斜街啊，替我谢谢你姑姑。这次大奥集团能顺利拿下华奥大厦的工程项目，我欠他一个人情啊。哎，苏叔叔，我姑姑的情况我是知道的，她肯定是公事公办，不掺杂任何私人感情的。还有啊，你也知道我们梁家跟苏家中间隔着好多事儿呢。不管怎么说吧，替我转达一下谢意行吧。妈，我不能惹我爸生气啊，我先走了啊。梁秀，你是我妹妹，你还是梁家人。说什么呢，二哥？如果你是我妹妹，你还是我梁家人，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帮苏家？你不知道他们跟咱们有不共戴天之仇吗？阿武，有话好好说。爸，你听见了，再看看，这个就是你呵护的女儿。我们全家疼她，那是因为她懂事儿，她从小不做错事，她的形象永远是正面。可是今天，他做了大错事，他认贼作父，他吃里扒外。阿武，二哥，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？无理取闹？我无理取闹？知道咱们家大户怎么住的？是苏耀平，是苏耀平成了圈套，才逼着我去借高利贷，全家没有办法才卖的大户。你说苏耀平跟咱们家什么关系？不懂啊？你为什么要帮他？你给我个解释，说。委屈啊！有解救的办法，你现在马上去大奥集团，把这项目给我拿回来！听见？
到没有？这件事情我一定做。大哥，我先走了。小妹，小妹，小妹。怎么回事你？大哥，从小到大，我没有跟小妹红过脸，可这次是她做错，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？哎，爸，二叔，不是说今天给山人接风吗？人呢？二叔，你们这怎么了？问你姑爷。他把那么好的一个项目给大奥集团了。这事儿我知道，我走的时候苏叔叔还让我替他谢谢姑姑呢。大哥，你看你，大屋让苏家夺走，大嫂让苏家夺走了，就剩一个独苗家栋，现在都快姓苏了。你走吧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全部走。两天不吃不喝，你绝食给妈看啊！我吃不下。哎，你是不是傻？你这样就吃不下了？淑儿又没有男朋友，又没有嫁人，你怎么就吃不下了嘛？只要你对淑儿是真心的，还有我和你梁伯替你撑腰了，你怕什么啊？可是淑儿姐姐她不喜欢我，我也不想赖着她。她凭什么不喜欢我儿子？满大街的人都喜欢我儿子。你就是傻，人家舒儿是好女孩，总不见得哦。你一跟她说我喜欢你，舒儿立刻说那我也喜欢你，这样显得都没有气质啊。你就是傻，什么都不懂。真的吗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下去吃饭，乖了啊。姐，你回来了。怎么了？你现在先别上去，爸正收拾二叔。又为什么呀？因为姑姑把项目给了大奥集团那事儿。爸爸现在还在发脾气吗？好多了啊，没事，你别担心。哎，这位是？你好，我叫文阳。啊，你好。这是我弟弟佳栋。你好。文阳是从内地来的，之前就来过我们饼店，但今天想回来看看爸爸。哎，我劝你今天别去了，等爸爸消了气再去。那要不，我还是先带你去喝粥吧。对对对，喝粥好啊，我就不跟你们去了。有机会在澳门多玩两天，去我武馆，教你打咏春拳。行，你回去吧。拜拜。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。舒儿拿小帅当弟弟，弟弟跟老公。这弯怕是绕不过来了。大官叔，齐姨。哎，淑儿啊！淑儿来了，快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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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。我们来吃粥。哎，淑儿，同事啊。
不是同事，是朋友。朋友啊，朋友，什么朋友啊？李佳琪啊，出门帮忙去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什么样的朋友啊？是普通朋友呢，还是的朋友啊？普通朋友。哦。阿姨，您忘了我了？我叫文阳，五年前当时郭教授带着我，还有三名学生来过，只是当时因为客满，所以没有吃成蟹黄粥和竹蒸面，所以这回我又来了。一定让你吃上哦，没问题了啊，来，慢慢坐啊。你是舒儿的朋友，到了这儿了，就像到自个儿家一样啊。我给你们做好吃的去。一会儿尝尝，大官叔做的粥可好吃了。嗯。喂，文阳，祖籍广东，1980年生，双鱼座，清华大学建筑系本硕连读，建筑设计的新星，江珠集团的首席设计师。我可是不会放弃的哟，而且我一定会找到你在哪儿的。这个时间你应该在吃饭吧？我还看过你博客呢，你博客上写说你曾经来过澳门，并对梁记的杏仁饼和皇冠小馆的蟹黄粥垂涎已久，对吧？大官叔，我爸在家收拾我叔呢，你过去劝劝吧。你爸收拾你二叔，我才不管呢，活该。这次跟以往不一样，我可怕我爸吃亏哦。你二叔还想造反呀？啊？你们先吃，我过去看一眼啊。嗯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还没事儿，一个实习记者联系采访的事情。嗯，快喝，别凉了。嗯。我说过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嗯。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？他就是你说的实习记者。文哥，哎呦，怎么了？这是，快，赶紧坐下，赶紧坐下。阿武呢？让我妈走了。他要干什么呀？要造反呀？他这是。哎呀，小妹是建设委员会的代表，这个你也知道。那个华澳大厦项目，交给了苏林做。阿武知道了之后呢，想不通，想不通就骂了他。我说呢。把药给我。哦，等着等着，快，赶紧吃药。哎呀，你说小妹也是，这么大工程怎么就给了这姓苏的呢？这是以德报怨呀。我当时也想不通，也专门为这件事去找过他。我说这个项目给谁都可以，就是不可以给姓苏的。小梅怎么说呀？她说她是公务员，要公事公办，不能假公济私。小梅这态度是没错，可我听说这内地的、香港的，还有国外那些个大公司，怎么偏偏就让这姓苏的大澳集团给中标了呢？你说他们苏家做了多少对不起梁家的事儿啊？哎呦，后来我也想通了。小妹代表的是国家的公正，毕竟这是我跟苏林的私人恩怨。小妹说她是公务员，她不可以因为这件事来帮我们，她得公事公办。小妹说的对，就算是爸爸活着，也得说小妹做的对。嗯，行啊，你想明白就行。阿武他想不通也正常，让他慢慢想去。嗯。
雅琴，怎么样？小帅找着了吗？哎，这个小孩真是不争气呀！哎，孩子的事儿啊，大人就别操心了，由他们去吧。再说了，现在不是操心的时候。文哥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被阿武气到啊？哦，这回倒没有，不但没气着他，他还担心啊，阿武想不开。阿武会想不开？开玩笑啊！也是哦，阿武这么笨，不可能。行了，回去吧。青衣，大怪叔，我们走了。回去啊？嗯。没事就来我这吃蟹黄粥啊！哎，您蟹黄粥的味道我已经忘不了了。这就对了。走吧。嗯。叔伯再见。再见。再见啊！哎，怎么这么晚了都不回家啊？操那些心干嘛呀？大哥，你有觉得还是我们的小帅比较帅？文扬也不错。哎，贾东，哎，二叔，我今天就住这儿。我爸这次啊，生气的很。是啊，他生气啊，这不把我轰出来了吗？你倒是跟我断断啊，这件事情我有什么错？这明明是跟我没关系嘛。喝口水。不管怎么说呢，我爸是你大哥，咱们梁家从祖上就相信父父子子君君臣臣，不管你做的对不对，顶撞了你大哥，那你罪过老大了。不是，这次真的是他是非不清。你说这件事情明明是你做的不对，哎，他把我轰出来了，弄得我无家可归。本身也没什么对错，是是非非谁能说清？家栋，你也是非不清是不是？你也不帮二叔说句公道话是不是？是这样，听我说，我还有你，在我爸面前，都没有什么公道可言。那爷爷不在了，那我爸就是梁家的活祖宗，对也好，错也好，那还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？是的。哎，不对。家栋啊，你可是咱们三门邪街有名的逆子，从小到大，你说你听过你爸爸的话吗？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？这是怎么了？突然间呢？我都不知道我在跟谁聊天呢。哎，我跟你可不一样，我心中有大义，你有？什么是大义？什么是大义？今天，喂，什么？你回去吧。嗯，礼物记得帮我给梁博。我知道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
你吧。这是女朋友的手机。感谢感谢感谢。没事。哎，小帅，小帅，你不是不能喝酒，你怎么喝这么多呀？帅，起来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回什么家呀？你是没喝过酒是吧？你这都成什么样了？死人一个，架走架走，啊，这还起来？架走，这，哎呀，哎，我这个儿子啊，从小就没有让我操过心。哎，这两天好了，把以前欠的全部都还过去。他现在人呢？家栋告诉我说，他去找了小帅。舒儿的事，我找机会和他再谈一下。现在真的是要认真了，文哥，你是知道的，小帅从小就喜欢舒儿，他们两个关系这么好。我儿子又这么帅，舒儿怎么可能不喜欢小帅呢？是不是？小帅他又本分又老实，你都看在眼里的。大琪，小帅我看着他长大，我能不知道他的性格吗？文哥，我们能不能做亲家，就看你喽。不是接草吗？我姐不喜欢你，还有别人呢。哎，大街上那么多人喜欢你，干嘛非跟自己过不去？爱情，你不懂。大冠，小帅在哪儿？他今天上班呀？他是这会儿也要下班了吧？哎，三万血迹啊，没了小帅的踪影啊，好像缺少了什么一样。今天梁博10周年忌日，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啊。你有空吗？我就是再没有时间，也得给梁博送碗蟹黄粥去。他老人家生前可是最喜欢这个味道的。爸，姑来电话了，问几点钟去，说在陵园门口集合就行。嗯，我要不要告诉家栋一下？不用了。我就是要看看他能不能忘了爷爷的忌日。大哥，我给你找了个歌，你肯定爱听，我放给你听。事就算过去了，以后不许你再跟小妹提。知道。够。苏雷啊，你可有点蹬鼻子上脸啊！三文斜街这种地方是你该来的吗？三文斜街是个好地方，难道不该来吗？你别跟我废话，你告诉我，你给我小妹下了什么迷魂药，让她把那么大那么好的一个项目给了你？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叫蹬鼻子上脸！哎，二哥，我今天来呢是找梁代表有事儿。梁代表，谢谢。再说了，梁博去世了。梁家和苏家的恩怨也应该有个了结。少来！我们全家人准备去陵园祭拜他。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，麻烦你改天到办公室找我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
么人呢？再动。姐，我还以为你忘了呢。你要是再不来，爸爸就生气了。放心，我怎么可能会忘？你看，我还特意带了牌匾来给你看，告诉他我已经长大了。回来了。啊。哎呀。情况怎么样？阿琴呐，我今天是真的感受到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。不过也在我的意料之中，只要梁萧是个明白人，知道我去感谢的心意，我就不是无功而返呐。阿林，其实你挺了不起的，很多时候你都能够保持乐观。阿琴呐，我是真心想化解跟梁家多年的恩怨。我知道阿文的倔强，哎呀，可是对他狭隘的凄凉，还是没有顾及到。其实啊，我明白，文哥他不是要为难别人，他啊是跟自己过不去。你想，他是梁家的长子，啊，人孝是一等一的，可是当年。在他手里把梁家大屋给丢了，他怎么可能原谅自己呢？这个坎儿他一辈子都过不去啊。阿琴，什么叫丢了梁家大屋啊？那是爸爸真金白银买回来的，而且是出高价给梁家。那听你的意思，那是苏家欺负了梁家，梁家大屋是苏家抢回来的？阿林，我们将心比心啊。如果大奥集团被逼着卖了，你一定会认为买主是乘人之危。要不是金融危机，内地果断出手相助，大奥集团恐怕也早都易主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，你恐怕也不会说刚才那些话，你也就能够理解文哥他现在的愁苦以及他的态度了。阿琴，你要记住，你是阿文的前妻，梁叔和家栋的母亲，你也是文文的母亲，是我苏家的女人，我苏林的太太。我知道，你这么多年虽然做我的太太，但是你的心一直在梁家。我不允许你这样。我绝不允许！说说他跟小帅的事，你别急啊。不是孩子们的事情啊。我表哥说，今天在梁伯的墓前，你碰见阿琴了。何止，一家三口。文哥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看你们梁家大宅。没有在三湾斜街，但是一直压在你心里。你就把原来的事情忘记吧，啊？不是我不
想绕过那段岁月，是那段岁月没饶了我。叔叔，咏春拳您感兴趣吗？澳门第一咏春拳王亲授咏春拳，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啊！叔叔，您了解一下吗？延年益寿，强身健体，您了解一下吗？咏春拳，强身健体，强身健体，澳门咏春拳王梁家栋。哎哎，写什么呢？你们这块地是大澳集团的，打算拆了盖房子。大澳集团？你别对我们凶，我们也是干活的。哎，你俩啊，都别给我动啊！你们俩敢写一个字儿，试试看，别动啊！哎，这文文啊，在外面不像在家里，你哪能由着性子来呀？那你说外人怎么可能像爸爸妈妈一样这么让着你？妈妈，我知道了，你别再说我了。你又跟我耍赖。妈妈，组长，苏家的大董事长呢？哎，家栋，你喊什么？苏董事长，苏董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跟我过不去？你们俩在这里干什么？是谁要拆这里啊？家栋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为什么要发这么大脾气？就是，梁家人脾气都这么暴的吗？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？宋小文，我们梁家人怎么了？啊，你就跟你哥这么讲话的？那你又是怎么跟我爸讲话的？家栋，大澳旗下的建筑公司早就拿下了政府经济房子建设用地，我们谁知道你在那地方搞物管，并不是说谁有意要跟你过意不去。家栋啊，听叔叔的，把武馆关了，我送你到欧洲学习，好不好？大官叔，行啊，家栋，你这还真当师傅。行，大官叔替你高兴。就这两个徒弟哦？算是吧。你们交不交学费的？哎呀，不用提，你跟孩子较什么劲呢？家栋吃亏了，傻。听见了吗？知道我对你俩的好了，等武馆开了新的，把学费全给我补上。听着没，九？到时候武馆开业了，咱把学费补上。客气，喝粥喝粥喝粥。我跟你讲，这大灌输的这粥啊，天下第一。好喝。家栋说的没错啊，你大灌输做的这粥，天下无双。家栋啊，你这是开流动武馆呢？什么流动武馆？二叔呢，已经帮我来找地了，租了房以后，到时候我就搬新武馆。
200块。走了，站住。家东啊，大管叔别的帮不上，等你新武馆开了以后，领着你那些徒弟们尽管到大管叔这儿来喝粥，大管叔管饱。嗯，大对你不言谢，你快来了。师傅，来，哎，小心点啊。好嘞。行，这小子能成事儿。哎，家东。家栋，家栋，啊！你可不能看那个双鱼座在我和你姐之间横插一脚不管啊！来，拿着，跟我走。来来，走走走。我深深深深地眷恋着你，我的根在你的土里，光荣梦想因你而美丽，一路走来你给我勇气。我的祖国，我的姐妹兄弟。